모르게 되지 마 탐색치 마도 마 보고서 나는 되죠 되게 이틀로 삼탈로 다 마도 저기 외에서 저도 동상 초절 마시죠 줄로 삼탈로 돈은 좀 벌면서 라바다라라 되게 진짜 나만요 되게 게들러요 삼탈로 도리에 제대로 나로다가 바밤이라 되고 뭐 밥을 좀 잡아 좀 먹어주려 하면 소원에 오면 시계 잊어버렸네 그래서 나는 그저 뭐 아슴 죽은 것도 도대체 밥을 하면 졸라 소원 스스로 동안 전다 요즘 제자 소매 먼저 와 일어서 섬진도 던져도 당신으로 봐 추진은 듣다 듣어 드리자 잡으리나 자작하라 죽바던데 배바 사망하더니 tōma tāshī tēlē shio yīsī tēlē yīnā tātā ngā tā tāmbirī na sācī chakta tāpa kārī ngā tīnī tēlē tā tātā kūchōsum kū jā jā kū shio rī sācī chūtā kēdī yūsum kū kūchōsum kū jā shī pātī tēlē sācī yung tīnī sāma chāp sācī yung tīnī sāma chā kārī tātā kūtō kāpā tēlē chū kūchōsum kū mēn chī yū pātī sīgī kārī ngī Sanji chakta tiba kati yi ti. Sanji ti ti, Sanji yung di sami cha ha ti. 首先向来自全世界莅临此处以及线上的所有法友问候吉祥如意。由于释迦牟尼佛的恩德施与恩惠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听闻到三宝的名号，能够知道三宝。能够知道有佛、法、僧三宝，全仰赖于释迦牟尼佛的恩德。所以在有一段偈颂的内容是说，诸佛功德不可思议。在这一节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能够知道有佛、法、僧三宝，有听闻过，这是来自释迦牟尼佛的恩德。所以说，诸佛的功德不可思议。Sanji di kari shunga ye di di da, da sanji di dangu sancho cho to semji sungri. Di semji sanji tuji jiro jiba, dangu sancho cho to tuk jiro jiba bat, gang ye di la. Rua rito semji tamshin kuso dungi ba ta ta tongu yo li. Di dunga di kari, dunga ki jat hako yo ma li. Di di dibi jok kari li, dunga ki jok kari li kakar sunga di li. 저기 취소는 사지에 취셔요 그래. 취 탐색이 김보 가래요 그래. 레지 브레시에 그래. 사지 브레시. 저기에 들으시는 망보리. 저기 저 너도 이치를 가래요. 저 소로 가래고 나 네와 거디. 오 네와도 걸어 차면 네가 이제 하고 그래. 가래리 삼제리. 오 라리 소디면 들어. 동의 말이 나비에 돌리죠. 동의 탑재 나디에 쇼고 대인이 뭐라 가리리 다 삼재리 족보 산지의 진빈 세미 소공세 산지의 콩을 맨날들이 산지의 시발에 콩을 동의 싸워하는 매가 산성이 이 땅바를 네와 시보들이 따로 예수원세 네와 맞아도 동의 매가 네와 시보들 톱성세 뒤쪽다도 저쪽으로 시에게 말이지 상지에게 취소문에 축하해서문에 내비 저대성 내비 저대 하고로들이 능이 매바 동특은도 없음 佛陀从何而来 他是如何成佛的呢 不论三世哪一尊佛 他们成佛的方式都是一致的 他们都共通的在一开始的时候 发了广大的菩提心 而为何会发愿 发什么愿呢 在六道有情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受尽了无边无尽的痛苦，而会产生这些痛苦，是因为不晓得痛苦的成因。为了使众生能够具有分辨能力，所以向众生们讲述、宣说了快乐跟痛苦以及其成因。一切法都有一个共通的精髓，那就是都宣讲了业因果。如果要广说业因果的话，是可以分得十分细致的，但是浓缩起来讲的话，可以大概的宣讲。随便问一个人，你追求什么？他一定会回答快乐。
既然你要的是快乐的话，那就需要知道快乐的成因，而这个快乐的因就是慈爱。在佛子行当中说了，诸苦源于欲自乐。他说了，痛苦的根源是我执，而我执的对治则是慈爱。所以接在上一句后面就说，佛从利他心所生。佛这个名称的字义是指广觉或开觉。由于佛不再有任何痛苦，所以称为觉，并且能够恒常的具有无苦之乐，所以称为展开或是广遍。佛具有恒常的安乐，它具有无苦之乐。而佛陀宣讲的法，是他将这样的道理宣讲教导给众生。当众生了解了快乐的因之后，就能够以此遣除痛苦。这个天了地了这里，三界个干家去就张妈妈这，这去的碰碰，也这些东西了，也这些东西，人家这里怕住了这上面的，这边他们去管有嘞，有那这里的，能把三界们去的了，怕抓有吧，这是得了他们有嘞，这得了这里得了干的，他什么东西，得了这个得了这里是啥？如果讲对嘛的，是啷个讲的？啷个？但是如果讲没解嘞，那这个说法，但是最少就长期当这个，这个人都会有嘞。那么这个说法，他们那么长的这个人都会有嘞。哪怕长期呗，这抓着抓着，怕抓着他最少就长期长没吧？错，看个什么的，两百的，这是对了长期这个的，这样对了啷个什么的都会有嘞。这边的这里缺的嘞。住的啥的，住家里送的，住来就别送没有来的。你住的在住的门家里的了，但是罗马家对门的人来了才送的呢，就这地方。马街坊没把去人呢的，哦，这地方嘛，出街坊嘛嘛，怕人吃完药嘛的，对了，住的人没有来的，住的人在家里的，住的人没得的，是能上送药的，住他这个社区人难看的。南卡的看到多少人都参嘛创造药嘞，这就是用南卡的，南区的应该嘞，南区有几把的，或者有啥什么的，什么可能的嘞的，大的大，就给这个人的嘞，就上学什么都是上级，就当地的的嘞，真苦啊，身体差药嘞，自己差，差什么的嘞的。所以这里聚集人是把这国国呢，那么社区的人德国，社区的人南卡人也是，南区的人三人也是，三这样，上万区的人还活上了这里，他们这三不说还活着过来，对吧？就那南区的人的南京一掐这里，南马京的这个一掐上，这还活没什么？这里聚集人的他妈的有来的，上级身边人还有来的。马街坊没被钱拿走，那么去研究诸佛的教言，那是十分广大的。八万四千法门各自又可以细分成八万四千个支分。然而，虽然向外展开的话，可以有这么多是无边的，数之不尽的。但是，内道佛教徒的特色是，虽然能够扩展，但也可以会归，是同时具有会归的方法。而这一切法会归起来，都可以总结于心。关于总结于心这一点，如果我们根据今天的讲义法本这一部具有加持力的杜姆七救护文来说的话，由于我本身有在修持杜姆，我深深的明白，当我们在祈请一尊本尊的时候，所有一切本尊都总集于这一尊本尊。同样的，当我们祈请一位上师的时候，它包含着所有一切的上师。这是内道佛教徒的功德，也是特色，能够展言，也能够总集。向外分化，可以化现出千百万尊的本尊诸佛，如恒河沙数般的广大。
而当其会归于一的时候，可以总集于一尊，而这一尊同时又可以总集于自心。所以如果我们将其转换到法的话，诸佛们宣讲了什么法呢？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说了业因果。而如果我们要去细究这个法的名词的话，就可以结合这部《杜母七救护文》的内容来讲解。在法本的开头说，母在那无生法界中，杜母既不会有出生，也不会有死亡，她安住于法界中。而何为法界呢？法界可以分为外内密三个层次。外在层面的法界是虚空，于虚空中可以容纳一切六道有情，这是外在层次的法界，指虚空。接着是内在层次的法界。什么是内在层次的法界呢？一切六道有情的根源是心，本基的心造作了善恶不同的因，而有各自相异的结果，造下善因而成佛，由我执为因造下业而成为六道有情。所以倘若我们要理解法界的话，首先要先理解外在层面的法界，这是虚空，内在层面的法界是心。若以此心领悟了秘密层面的法界，便能够知晓一切由心而来，否则的话，便会由内在的法界，也就是心，造作出了自他二者，就会变得像是浑浊的水一般，变得混沌愚昧不知。总的来说，法界是所有人都具有的，佛和众生同样都具有这个法界，这就是母在那无生法界中的意思。马街上那个去也能也地地上跑着嘛有的地地这么搞完有来的了南卡了有来的甚至去南卡了大卡了有来的南卡的了甚至怕抓的红啊红啊的地边了抓没把南卡的阿叔这是南地地这么南卡了卡里的有来的了上啊去地地的哈过来这里你的上你这里你是不是一起了上去了这里我们就是的，家婆就不是嘛，我们一起打完小的，明白？这个这里三级长没办法做把盆儿，这里搞个三足做的，三足才最近呢，这个大地没法吃，我那么地方通的这里，这里用三级吃的，三级他们去家老头这些弄的这个，三级他们南块有来的，地没得了，就个南块大的了，你去他们各省就考试的了，就个两个这个省能得着的。这个三界他们出个来的，出个高有的，出个难快的有来的了。这里头他们说，我们希望接触的，大哈口大有什么，大口有高的上头了，我哪里到啊？这特别对了，没有哈口有的，大些他都找了。这嘛哩，什么咱们上外去的也是哈口了，什么这些没办法动作，什么都是地方没办法，怕下没办法的。对的，我的两三百米了，是吧？生活的，这东西好可怜的。这地方出个了上街的，这里出个了南块的，对的，大块南块的就可以的。但是那个说拍照没去，哦，这地方搞下来，那个赶紧上南块的有来的，赶紧说话到了有来的，这让我来的，我当然有来的，还是有来的，这地方各地有嘛的，少的有来的，少的少的，他就是上半年就光的。大地没把接的送三年级送给你去送过来，我他是大地没把接三年级刚送，这三年级刚送是大地没把吃的，哦，这里我说都给一个叫大地没把吃送的，这里的后个这里，不是这里接地了嘛就完了，东西接地了嘛，他那块给你出个药来的，这那个财务能力高的，财务能力那个他上地了过的，我说啥叫这里？三界的，我这地方生的三界的也是，哦，这是这地方个两个人有的，这个人就你看了，破你阶级的进来的，我进阶的这地方嘛，这找我过了，你告诉我哪路还过有的，哦，十来有的，我看看这地方破你阶级的进来的也是，蒙你阶级的这地方嘛也是，
어, 대사와 하고는, 어, 들이 대의 문제지, 저게, 가르치기로 돼. 문제 잡는 문제지, 저게, 세금 맞다가 들어와, 세금 줄 사는 문제로 돼. 섬지탐자 피해받아 내봐 죽고 요래. 사제금 잘 애들이, 섬지를 피해받아 내봐 죽고 요래. 예, 요즘 사제금 좀 잘 애만 하지. 너네 이제 뛰어놓으면 삼지를 꼬고 요래. 接着下一句内容是尊天女杜母所安住，若问至尊杜母在何处呢？她安住在虚空中，她是恒常安住于虚空中的，是无来也无去的，所以也说无有来去如虚空。杜母是如何安住于虚空中的呢？当晓得了秘密层面的法界，二执完全清净了之后，当证悟了无二的本质，便是如此的。从前有一位国王的女儿，名字叫做智慧月亮公主，她向无数无量的如来献上供养，并且发起菩提心，因此亲近了二执，见到了圣义谛，成佛之后变成杜母，而一切诸佛体性为一，就如同一切圣者本质界同一所说的，所有如来都安住于虚空中，因为诸佛的法身如虚空，一切诸佛的身，如果总集起来的话，可以总集于法报化三身。所以说，一切如来皆具法身，而法身何在呢？法身安住于虚空中。只不过这些概念对于执着物质实有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们会认为这些都是骗术，用来迷惑人心的。这是野蛮者的思想。他们认为五官所不能够接触到的都是不存在的。此时他们已经陷入了长断二边之中了。但是实相并非如此。若能照见新的实相，见到圣义谛，领悟了秘密层面的法界，便能够证悟心无有生死的道理。心无生亦无灭，诸佛祖师们将这样的体性阐述为离于言权私义的范畴。需了解这个道理，至尊杜母是证得了法身佛的，故他恒常安住于虚空中。对于凡夫的我们来说，我们会经常思考杜母何在呢？他在何处呢？事实上，不论我们何时意念杜母，他都在虚空中。不论何时我们对其做祈请的时候，他都在眷顾着我们。如果能进一步有深入的见解，就能够知晓，哦，他是真实存在的，他实实在在就在虚空中。而所谓的那个在，不是他的色身在，而是他的语言存在。他以言语告诉我们要观慈心悲心，要去除我执。他宣讲的言语就是法，教导我们要去除我执，要修持慈悲心。透过禅修慈悲心，能够令痛苦的因我执得以消除。究竟的意义上，杜母真实以法身存在于虚空中，同时也存在于我们自心中。仔细的去观察自心的本性，若能够寻得慈爱的话，这个慈爱就是杜母的自性。至尊杜母的心是慈爱。不仅如此，杜母同样具有报身，也同样具有化身。作为至尊杜母的化身，在世间当中，一切具有悲心的男性是观音，具有悲心的女性是杜母。以这样去理解，就能够知晓三身的自性。所有人都具有杜母，有悲心的男性是观音，有悲心的女性是杜母。应以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那么一个具有悲心的人，他会做什么呢？一个具有悲心的人，向外他会对众生谋求福利安乐，他所做的一切与一切众生都是有利益，并且能够为众生带来安乐的。而诸佛的事业也正是如此，诸佛的事业就是为众生带来利乐。因此法本当中也说，三是一切诸佛之事业母，以此赞颂杜母。总而言之，杜母我们应该理解为慈爱。
他的日记的小个东西嘛，这日日记，这不三十公斤，这话也不看那个，只要能把弄来的，这个让哪家打嘛？给这话起不有的，他妈的，你这些人搞作弊，干一个的，干一些的这个呢，这话起给些的，这什么这个的，这个这样干的，干起这些我们沙发不嘛，哎，这就当日记忙不有的，这个从哪儿借来的？开始有这他们借的，这个从哪里弄的？开始是谁给弄的？这部《杜姆七救护文》无需做过多的讲解。过去 ，Kimbo Samjo Rinpoche 已经在各处进行了多次的讲解，而现在要重新的向各位报告，是因为有许多的人都十分爱戴我。对于我讲的话，他们也会欢喜信受，就像我们对于所爱之人的话语是比较能够铭记于心。为此，所以在这里以我所知的尽可能向各位做报告，故而也没有需要去细讲。基本上针对这本《杜姆七救护文》的讲解已经有很多了。这次的宣讲是为了那些喜欢我的人们的缘故，在此我就尽其所能所知的去向各位报告。这位对他的他这边中国我这边中国南夸夸的要杀的也上也马上去。然后谁南夸的南谁们找我的大街道我谁应南夸的南谁们的谁可能当多几条没不得那里这帮人家在那个生活最幸福的家呢，生活那多几条没被成本哪怕那一家的，我那个生活那个阶段就蛮多的，我哪怕是生命几百年，生活那个三阶三阶段阶段中嘛，三阶三阶几百年看看不到，家里的哈个哦，三阶里的大问题了，这阶段中没有接触过药的，哦，阶段中那个生活那个药的。如果内心中会有至尊杜姆可能在虚空中的想法的话，那么就先不要这样想，先观察外在的虚空与自心是否一致，以四念住当中的心念住安住，并观察外在的虚空界与自心无念头的状态是否是完全一样。当心无杂念的时候，完全就像外面的虚空时，就能够在心中见到至尊杜姆，能够知道至尊杜姆安住于心中。由于心和虚空无别，所以心的本性也与诸佛和杜姆无别，没有任何的差异。那么当我们了解杜姆的本质体性就是慈爱的时候，便能够真实的认出杜姆，真实的认识了杜姆，对于杜姆真实安住于自心的这一点能够有把握，要认出他就是慈爱。这身体归那这些人啊，身体有你的，这地方你要改的，上帝的人，你要的地方就改到上帝的目的呢，上帝都你有这个身体，吃着我的。哦，当地人吃龙肉，吃这个药的，上地的煮的，地煮的吃的软药的，这种我这种我上地的问题，这种老啥药嘛？这上地的地上搞地的，上地的这种嘛，什么？哦，上地的个那个土里的地啊，种的里这里，他上地的这边的种的，人把土生土把了地上土里的绿没得来绿。上帝的希腊不对呢，他他说上帝光芒，那个偏化的他从地方人家的上帝的就会有的，我当你的这上帝的就比如我们是的什么，这上帝的咋吃的多，这德国家是，我的就比如我们人生，这上帝的就吃的德国家都会有的，这你是一样的，这是就比如我们上帝上做的，这是世界古的这点嘛，这我们上帝这个地方这很多啊，没有，哦。当地的东西这个东西没走，上帝的地方这个东西，这个是上龙的，当你的这上帝的搞这一切不的，这就是我们那里上大好工作的。
接着在下一句说到，赐有情众生安乐母，至尊度母是如何赐予一切有情安乐的呢？它是透过慈爱给予安乐。我们应当要认知，乐与乐因即是慈爱。任何一位众生的内心具有慈爱的话，他的心就会像是水体一般，相反的，我执会将其变成冰块。慈爱是暖热，能够将冰块融化，而在冰块融化为水体的时候，它是自如的，是自在变化的。所以当我们将至尊度母认识为慈爱的时候，这个方向就不会错了。只要我们恒常的这么去意念，慈爱所代表的即是度母，便能够从中领会到，在上三道经历的暂时性安乐是来自于慈爱的结果。经过布施、持戒、安忍的修持，所以暂时性的获得人天身，而修持禅定度和智慧度则能够证得佛果。因此暂时的利益和就近的安乐皆来自于慈爱。了解后便能够认知，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慈爱真正是度母的化现，便会看到并且认同慈爱的价值，会知道是应该要守护慈爱。当我们认出慈爱就是度母的时候，便会懂得如何去守护慈爱，而这也是事实，度母实际就是慈爱的自相，所以赞颂度母为赐有情众生安乐母。只要认真去观察慈爱是否真正的带来安乐，我执是否真正的导致痛苦，便会了解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是事实。安乐的因慈爱是与我有恩的，因为他给予安乐，会如实的看待慈爱即是度母，能够有这样的认知见解。大吉瓜格里这么说是大吉瓜格里，我刚说是大吉里，他当咱们人的东西从西他们西的东西吃了，他们西如何的东西，他们西大吉里嘛东西这叫什么的，大地的大了，恰里去了当过的，哦，当车没去，但是这里写当查到对了说，你们抽的送是多少抽？但咱们那个从从他们就写当上查到的送啊，但这他们牛，那些他们就是干的，哦，咱们写当时大的这里和大地些不是，还是大上这里，俺家看的也不结果的，人生就上面的话到他们。当地那我当年上班，真的是一个当地当地的当官有的。这里说，他说说让你了，他东西干净了的，东西的牛马他都的，当地的几把人，当地的牛毛嘛去，当地的当吃瓜去，这里这里当瓜去，这里这里插草去，这里这里俺去也不吃俺爹去，这里你们找的大大这当地去了，人家都靠借我有的。这个哦，东北嘛的当地多的，当地这个人来是，所以说东北可能啊，当地个来来的，那个当地个来来的。第二点，他他们那个，对，上地干的人，上地的也地都不干的人的。哦，就把过来专门当人事，他上地来，养上地个用地去了，上地就专门来什么，东北他们当地去从上，这是我下过的东西。就把过来就上街后呢，叫他过来电话不到打电了。哦，上班的你这光说了，哦，让人讨厌什么？你这那么开心，你讨厌你这的，没得好的。第二偷偷他们上街干的哩，哦，第二偷偷过走，上街后呢，得了钱的哩，就给别人这个第二偷偷走。但东西他们南京上早他的来就别上我下过了，就把他们下过了。那大吉瓜果的家子，当俺上这里就这种嘛，上这里出了家子从了，俺东西他们这里他偷了走的。完了，东西他们这里他是咋的？出了罗马了说话他了，就东西用不着看的。这东西用啊，这他们这叫女模我的，还好呢。当个女模我的半个头，东西一半个头，一半半一半头么都是还好的。这就别说什么办事的，这就别太愁的。你东西这些来上路用的，东西这样也不来，东西都加满来，
变成拿彩虹呢，下去结果的电动机，农业这个平均下来是下好的，这里来就这些样子，农业地方的就是通过的，再让我讲了这里，那农业他们去讲错了，差不多啊。接着在法本当中说到，其余诸恐怖救护我。所谓的恐怖，就是寄送当中所指的这个我。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看到的粗大跟细微的痛苦，六道有情当中的一切痛苦，无一例外都是由这个自我中心的我执所造作。以我执产生贪恋自我跟嗔恨他人，如此的贪嗔痴嫉妒等六种烦恼，形成了轮回的六道有情。当今世上能够看到的一切纷争，都是来自于嗔恨跟嫉妒等烦恼所造作。所以说，这些苦因都是来自于嗔恨等烦恼。那么嗔恨等烦恼来自于何处呢？它是来自于我执，也就是自我中心的这个概念。例如，就有人会想，我要对我的国家好，进而去伤害其他的众生。不论在轮回当中的哪一世，只要是伤害他人的主因，都是来自于我执的动机。因此，不论是我们当中的谁所遭受的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过去由我执所犯下的烦恼，由我执产生贪恋，贪恋自我，接着再产生嗔心、嫉妒，当自己稍微好一点的时候，又升起傲慢，等等的这些六种烦恼，都是由我执延伸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听闻佛子行当中所说的诸苦源于欲自乐的时候，他提醒了我们，这些根源是来自于我执，自己之所以会痛苦，是由我执所造下的业所致，而自己所得的一丝一毫的安乐，全仰赖于慈爱，这个慈爱是度母所施予的恩惠，所以能够解救我们于诸部位者是慈爱，如此的意念慈爱的功德，看待慈爱为度母，并且分析我执所带来的麻烦，深入思考并且去衡量慈爱是否真的能够救护我们于诸恐怖当中。倘若我们今天修持了慈心与悲心，那么就能够生于上三道，可以直于上师善知识们，能够具有人天道的功德，思忖了一番之后，便能够知道慈爱是真的能够带来安乐。如果具有慈爱，那么这个慈爱便能够带来快乐，而我执必当带来痛苦。深入了解了业因果的规律之后，随着法本当中的行文做观，跟随法本的其余诸恐怖救护我意念，慈爱就是度母。当我今天向您寻求了救护的话，我便能够解脱于一切痛苦。那么那些向度母寻求救护、皈依度母的人还在 遭受痛苦，这又如何解释呢？这些受苦者们深知其苦的因来自于烦恼，所以要解决的是苦的因，也就是烦恼。若不从因着手处理的话，便无法消除果。深入了解因跟果之间的关联之后，便在内心当中有分寸，对于业因果确定肯定。因为痛苦可以消除业障，所以痛苦也并非坏事，是好事。就像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需要透过手术的手段才可以复原，就跟这个道理一样。如此便能够了解痛苦也是有帮助的，了解业因果之后，便能够将痛苦转为快乐，这样去看待后，便能够救护于一切痛苦。让这个人们马戏把生命往往的这把也是这些人啊，这些人都能念都可以，你不知道吗？因为让生无念的可以，生无念的这里，这个内部都往高，往往都往马戏把的这里，是那个上通过这里
这深山湖这里当晚这里上通道的下方的什么日子的深山湖边的牛马进去吃汤吃汤嘛长江的北下的了吃汤嘛长江的深山嘛长江的到南华岛里深山嘛长江的到南地方下方的到大营一面嘛下方走过来让去过的了去就过的去过南华岛的时候的一地没吧南华的地方没说南华的地方没南生活出来这个深度上下午一看深南华岛的下头这南华的地方吧哈哭我有的哦地方嘛我的他说大的时候长龙家庭的这长龙你从大门里让去过也没哈嘛我的你这车中的南地的中的当地的家庭有没有的我叫老人说当晚上有没有的忙过来过打出来有没有的老人老人给你不要的在这里六个做这个爱绿的这里这个臭啊臭个个啊啊啊啊啊是卡拉的也不过都过不过的这个先不了掐一直往下来掐然后当掐当你说这里卡不把人说的这里给你谁不多多的掐这拍戏搞我有的这上手这个嘛银屁股的嘛像一个小头有嘛大的生命茫茫的就把有我看了有我做大地的一起大地的成立刚刚好过了你哦那个家人啊啊啊啊啊啊接下来的法本内容是自即是法身却不知心被烦恼力所驱使。如果这么样去探求，为什么我现在还会感到痛苦呢？这是由于不了知业因果所致的。心真正的本来样貌是如何呢？究竟心的样貌是，过去的念头已经习止，未来的念头还未升起，安住于即止上所得到的圣观，也就是清净明晰的那个样貌，见到圣观的心，就是心的真实面目。这就如同以污水跟净水两者做比较的譬喻一般，清净的心比喻为清澈的水，就像是虚空一般。在这个清净的心了解无二执之后，便能够知道自他是不二的。心的本性就像是法身，平时我们也常说法身就像是虚空一般，这是指完全无二取相，因为在虚空之中没有自他两者。这样的去观待自心，照见自心清明无有二者，如同虚空一般的自性，也就能够了然。否则不知道的话，就会有我的这个知见反复的在这个我上面打转的时候，就会形成冰块。在这样的驱使之下，由于冰块是固体的，所以冰块跟冰块之间就会碰撞，是不相容的。会导致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不了解自己就是法身的缘故，是由于我执所导致的过患。那么我执会在什么样的时候生成呢？这个道理即是佛所说的然为客尘遮。既然说了是客尘的缘故，那么就代表它原始性并不是如此的。既然并非过去本来存在，也就代表着在未来也是不存在的，是刹那之间片刻之间堆砌形成的。看待色身的时候，反复带着这是我的身体的这种观念，从六受上面不断的累积我，凡事都围绕着自我中心，连带着在摄取食物的时候也追求着我想要美妙可口的食物，我不想要糟糕的食物，对于越意境产生贪恋，对于不悦的对境产生嗔心，仿佛就像是雪花飘降之后堆积形成一片厚厚的雪一样，终将会变得难以瓦解。而这样的我执心，除了利用菩提心和利他心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是可以瓦解的。
我们常说心受到六种烦恼的支配，那么六种烦恼从何而来呢？它就来自于我执心。我们完全有必要先行了解我执它是如何形成的。它来自于我们时常对于身边的事物贴上了我的标签，就像是在眼前有一盏茶的时候，就会认为这是我的茶，看待身边的任何事物的时候，都会附贴上我的标签，认为这是我的，那是我的。这个是吧，这是的，这是八月吧，这是八月吧，这个女人吧，要让让这个也不马戏吧的，女人吧的，当地的，我做个医生的，这里这里恰当的这里，当那个错了，恰当的说当了。帝王的从这里这里接不这里，那都他们的帝王的说着过来，以往的说着过来，下边的老王的，别了，学堂的没意思，好说的老了。碰到学堂了，可给俺俩都把当成弄上了，这啥把学堂给切着过来？他妈的，生活就这么容易的，可好了？那个生长嘛，叫学堂这个都可都发火了，下对学堂都发火了。这以后我都找我妈的，真是啊，在哪里从对面真是我，真是我的，我都找我妈的，对不对？哦，虽然每天他就给牛毛往上找，这里牛毛被勒杀了，这里电视上没有了，真的了没什么没，谁牛毛往上就白了，谁牛毛往上就了，牛毛把家里找给他，哦，都吃了，谁呢？谁当哪的茶多对吧？哦，他电视就电视找着找，电视就家里出问题，他叫马毛地往上上上了，这里长龙在那里讲，长龙在这他。但那帮他做，他上肚子个吃那一吃，这是花了多少肉，这个吃什么的？哦，吃的当红啥个当红，啥的大把吃，大把的这里啃，这里长不下来，这里吃龙吃，这肉吃什么？哦，这下可多了，哦，他妈的，是这些网友这个，你们我的说嘛说，这下可多了，那这些，这没别的，谁你们我的说什么？这个蛮可爱的，像个神经那样的。大大大，如果如今咱们那个东西得到个东西全部的，大大的光做东西的得到那种用的样，这里的上这个家里忙过了，或者的东西的叫这个东西把打来的打了这里的上门槛么说的，或者里边的打了这里，然后上这些个大国家呢，可能上了。甚至他们上这个大国家了，企业的，这上这的绿马当然，这人抓住了太阳过来养，你上做了这了养太阳过来，他到底其他的经济的就没太阳过来，这的到了其他的经济的绿党个用嘛的，这的蛮可爱的，甚至呢要他们出去家的说说。所谓的法身，它所代表的是正知正念跟不放逸。当正知正念不放逸遇到烦恼的时候，就像这个偈颂开头所说的，自即是法身却不知。当我执心驱使烦恼，认为我自己才是最重要，这个时候对快乐的那一面产生贪恋，对于痛苦的那一面产生嗔恨。如此一来，心中所升起的所有念头都会受到烦恼的支配，都会变成是被动式的。相反的，具有智慧就代表着自主性。例如，当我们对一个人产生嗔心的时候，从最一开始我们会认为他伤害到了我，这就会导致我们的嗔恨心增盛。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心它的本质是清澈的如水一样，对清澈如水体的心来讲，真正伤害的是嗔心本身，给我们带来伤害的是嗔心。要以智慧认出这个伤加害者，也就是嗔心，这样就能够令我们不落入烦恼的支配，也就是利用正知念达到这个效果。所以在佛子行三十七颂当中就强调了正知念的重要性。一个人具有正知念的话，就不会受到烦恼的影响。
如果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的话，就会受到烦恼的驱使，进而造业，而所造下的业就会成熟，不论是今生成熟或是来世成熟，这些都是由于心受到烦恼的驱使所致的。那么烦恼是哪些呢？烦恼分别是贪、嗔、吝啬、我慢、嫉妒和愚痴等等，因为这些而形成了六道轮回，所以是需要谨慎的。如果不知所以，就会被烦恼慢慢的让我们凝结成冰块，原本清澈的水就会污染变成脏水，好比像是厕所马桶里面的水，把我们改造成六道有情的样貌。这样的道理就像是原本清澈的水，它洒在了泥土上，然后变成泥巴，泥巴干了之后变成块状的，在风干之后就变得坚实，就像是冰块一样。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如果我们晓得从一开始就仰赖正知念，以此为监察，监督自己是否落入于烦恼当中，否则在没有正知念的情况之下，心就会落入于烦恼的驱使支配，就会如同法本当中所说的，于漂泊轮回如母众。所以在我们祈请的时候，应祈请六道当中的乳母有情，现在正在遭受着极大的苦难，正在承受着难忍的痛苦，希望慈爱能够救护他们，并且以他们现在所受的苦清尽苦因的业，就像是进入医院救治病痛一样，清尽恶业之后，再次的受到慈爱的眷顾摄受，祈请您慈爱再次的守护六道有情众生们。只要我们不放弃慈爱，那么终究会从六道当中解脱，即使堕入于三恶道当中，总有一天也是会从三恶道当中解脱的，终究会因为辗转的升起智慧而脱离于恶道的痛苦。总而言之，智慧和悲心是永远都不会弃我们而去的，应该要如此意念而念诵，于漂泊轮回如母众，祈佛母天女您救护。这个在内阁东内卡里应该的就这些不够呢，就这些的哦，那东内的什么当地的女母们来了，这个来三个月来是哦，另外就从这上这个卡里来的，这上这的随便的国家的，随便的国家的，这上这的除了马卓吉呢。这有那么久就叫的说的，那么上这的国家那里，家的话的这些个这里，这里有那么久就叫的说说，哦，那上这的这边的国家话的，我这就这么个人里，如果的就这么里上，此刻不论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在了解了业因果之后，能够晓得。这些痛苦来自于我执和烦恼所造成，透过承担、接受这些业所带来的痛苦，能够使过去造作的业能够清净。要这样去看待，同时认为，哪怕具有一丁点的快乐，这些都是慈爱所带来的，这一切都是慈爱的恩德，所以以安忍去守护慈爱。这样子让慈爱可以不被破坏，如此祈请度母，如同寄送所说的，祈佛母天女您救护，祈请佛母慈爱给予守护。而慈爱之所以可以得到守护，完全是仰赖正知正念，这样子思维来祈请度母，能够以安忍守护慈爱，这是至尊度母的恩德，在这里要将安忍看待为至尊度母。这个有那么久就讲的说的，那他的你能呢？我说罗马娘，你怎么他们这些人都个人，
루바냐 미케바 그래서 토마 짱조 샘지 담제지 이 샘지바 산조조 샘지바데 이 소소이나 담바지 루바 루마 담데 소소이나 담바디 에리 뉴모토 뉴모토 이보리 에 다다다 에 이나 담바디 에 디 가자게 이보 사타베 이나 에 노차다 센테이고 초반베 이나 呃그리 기타 난디지 뭐 모이나서 에에오 태솜지지 뭐 양일입니다 이나서 태솜지고 오 사지 요나면은 주 요나면은 다지 사지에다 완전히 줄 태솜지와디 태솜지지 뭐 사지 그섬 다니지 되니 코아 맞아 버리죠 그 요리 서 사지에 난 주시야 될지 좀 본데 서지 서지 될지 좀 본데 그 리스트 그 요 말이 你上手的老当上的送那样，俺得先给我出了，知道吗？这十南上啊的，十三级去的，给就是南上桥村，啥个得先给我带上去，实际上就绿灯子买来的，然后他的说话他的，你上手的那个的，他的你那的哩，他你的他不古巴有哩，这你那的哩这里，有那么几家吧，总之这里，说说有那就嘛，如果人民这样的。제대냐 미지야도 소화도 다 잡고 그래야지 예비 엄마 동화도 그러라 신앙상송 양철 칼레 송로랑 신앙상송 신앙상송 시 집지로만 그것 좀 다다다 이러봐 난 집지로만 삼지 이러봐 소화 집지로만 지시 봐요 봐 지시 봐요 봐 지시 봐요 아. 세 집지로만이 주권이 로그요라 주권이와 이 집지 칸나요 보지지 보지지 이래 모지지로 모니지지 집지로 모대사로 살면 정말 당한 양고로와 어제 대답 시리들이 나와서 알아봐 시 대답 하고로와 빼라 오, 잡을래, 내가 해보 제니, 석기 상태를 피받았더니, 자오, 니, 자오, 자카, 멍멍, 로다, 귀기, 가리는 피받아줘, 뭐, 니 상태들이, 포인을 지내들은 모르지, 니 루머리 상태들, 당황장거리, 니 이나도 바깥니, 니를 사사를 이나하디, 가절기니 뭐디, 니 세례용은 주관벌 이나를 봐. 你自己看那话的出版不了是吧？我查的现在用出版不了音了是吧？嗯，你弄个叫用啥头音了？我查的现在用不出版不了音了，写单个音不得挂写过音了，写单个音不得挂写过音了，查到个音不几十音了我没有了，嗯，给他当地个音不我没有了。这从你你不娘一年的没得吧？大过了这里我说怎么？这些明白，大过了碰见明白就会有了吧？这从你你不？大好说啊 ，OK， 对了，成功了。在念诵其佛母天女您救护的时候，所有度母的修持都可以融入在这里面。在度母修持的法门当中，从一开始的皈依，再来是发心，接着会修累积资粮的七支供。这七支供分别可以代表六种烦恼的对治。各项细分来说的话，我慢的对治是顶礼支，贪和吝啬的对治是供养支。然后嗔心的对治是忏悔之，应当要晓得，当无法自主的升起烦恼的时候，是可以以忏悔之对治的。嫉妒的对治是随喜之，
接着是为了对治将所有已然造作的善业执着为自己所拥有的心，所以修回向之。对治怀疑心，所以修持请佛注释。对治怀疑心时，认为佛陀是否存在、法是否存在的这种不确定的犹疑，这种怀疑心。诸佛三身的自信是直至轮回未空之前都恒常安住的。外在的佛是佛的佛像、佛的身相样貌，而内在的佛是每一位众生都具有的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是不会舍弃我们的，不论在轮回当中流转漂泊了多少年，堕落于三恶道当中也不会舍弃我们。同时如来藏是不会毁坏的，它不会有使用期限，不会坏灭。从本质上可以分为外内密三个层面 来看待。外在可以将其看待为佛法僧三宝，内在层面可以看待为菩提心，而在秘密层面它就是我们的如来藏。不论是外内密三个层面的哪一个，都是不会遗弃众生的。倘若我们对其做祈请，以此功德能够让我们暂时性的脱离地狱道，如果我们在三恶道当中受苦的话，可以脱离地狱道，辗转生于投生于三善道，其中有这样的意义。因此平时在念诵度母七救护文，例如我们念诵其佛母天女您救护的时候，要结合累积资粮的七支供来进行文思修。接着仁波切补充到，外在的度母可以分为法报化三身来解释，内在的至尊度母是慈爱，而秘密的至尊度母是正知念和不放逸。看待外在度母的时候，若分法报化三身，由法身显现出了报身，再由报身显现了化身。化身是指外在世间界的所有具有悲心的男士是观世音，具有悲心的女士是至尊度母，以静观来观看情气世间。这一点跟密咒称当中的看待诸显相为本尊，诸声响为咒音是一样的道理。打个比方来说，在这个世间上从事着利益众生的事情，为众生带来利乐的，在社会上不论是国王、人民、学校当中的老师，任何从事这方面为众生带来利益事情的人，但凡是男士具有悲心者都是观音，女性具有悲心者皆是至尊度母。在修七支净供的时候，要这样思考，以此来进行净观的修持。在对治怀疑心而修请佛注释的时候，应该了解佛法僧三宝的真实自信是究竟恒常安住的，没有生灭，没有千转变异的。接着最后是勤转法轮之，以此能够对治愚痴。这里的去年呢，有了马蹄巴上，去这个月，我说他妈去这个月，去他这个咋的累这么累的，累这么累的，叫你看的，这第二的三重生命，这第二的三重生命，这么给我的打击的，第一以外的还好什么？给我的没给我也算还好了，多少就是打过架过的。第三种车子当过家长，第第二呢，他们现在车尾巴也在那坐过嘞，车尾巴也在那坐嘞，第第的呢，车尾巴也那当三把车尾呢，那没把车过要嘞，第车过了，第他们就多那上我当没事，去人里去了嘛，就我去那东西的，车尾也来去，车尾也来的。就是当地没把刀剑来上，地下火，地下火弄这里，地下毛，地下毛，就用来锯了嘛就，他一这个一张来上的，大走大走走，大那个就过来，混牛毛过来，大的给了过来的，就走大家将这里，
写作地上看看看看有的第一级是人们大手手的人员我那个地方也是那你们我可看见的或也许也是谁他们这块的哈口我们的谁为你的的没办法就去的去送他这个去的谁不当晚就接送我有的车动晚就走他的人大口说去了我去了我出发大口有的他这个去到底呢就他你别离开了的这个皮大哥，这个牛巴也大哥了嘞。从他庄村，这个牛巴大哥了。那个人从我开始去了，我提了羊肉了，咋的嘞？这里提了的，那你就是买几把的嘞？这个干皮了我，这里你没把嘞？啥把菜皮的我都地头里上下过上了，这里咋地上去了？哎，实际上人家菜没把接，我们先讲嘛，地把菜没把接了，这里怎样把你羊肉了嘞？这种嘛是嘞，这种大江江上嘞，在这个，这去个农巴当个要嘞，种大那边的吧，就用的有了嘛就吧，然后去找下过嘛种，家里去找下的，当地里面不多的，下过嘞，八十这里的种大个意思中嘞，你去结果的，你是拿去养过吃过，是吧？这里大种大的收入多，这里，他从我这里送嘛，这里。他一直给就是当你别的把他的去给努巴当上去就当你把他就当上他进来他去给努巴当上去我的他可不能这样给我开了我这个给他说我就去看给他说我有没的啊他说 yeah 接着下一段内容是法于心绪中未生出。当谈到法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在学法，都在修行，而法的根本事实上是业因果。良善的因是菩提心，而不善的因是我执，必须要有能力去分辨这两者，然后再去守护善因菩提心。守护菩提心的方式就是透过四无量心的修持。当我们行驶在四无量心的道路上的时候，首先以四无量心的修持为主，四无量心能够消除我执。倘若我们不了解要去思考这其中的意义，便会如同法本当中所说的，法于心绪中未生出。法的真正内涵就是四无量心，法的作用是去除我执，这一点是必须要了解的。若不了解这一点的话，便就是法于心绪中未生出了。如此一来，我们便会追随比列之字句，就都各自在自己的宗派里面谈论着，我是噶举派的，他是宁玛派的，然后这个是格鲁派的，完全的落入在宗派的门户之间。当然在每一个法之间是有些许差异的，但是我们自己又在这个后面去设立界限，进而去区分彼此宗教，我是噶举派，对方是宁玛派，或者是某某人或是谁他是穆斯林，而谁又是基督徒等等，外在这些表象他所代表的内涵都是一样的。佛陀教导我们法，并且说法是为了消除内心的二执，法是为了清净心，是一个洗涤的工具。然而当我们对宗教有分别，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时候，就会以这个执着去进行很多的纠纷，发生很多的争吵。所以在法本当中就说了，邪恶宗派善诱骗，法能够带来利益，自然也能够带来损害。当我们落入宗派的执着的时候，那么宗派对我们就是有害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纷争，有些是因宗派之见而引起的。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当我们自己在念法于心绪中未生出的时候，应当要这样去思维，法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益处，它是能够消除内心的二执，所以我应当要升起慈无量心，这才是原始的本意。
了解并且通达了这些道理之后，便能够对众生友情们升起悲无量心，对上福田等祖师大德们能够升起无尽的信心，这样一来便能够以平等心去看待一切。否则的话，去执着宗派的表象，去执着宗派的名字之后，宗教对于我们而言就只有百害而无一利了。所以从字句上面我们了解到了，若法于心绪中未生出的话，就会像是邪恶宗派善诱骗这样的道理一样了。因此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首先要了解何为法之根本。那么何为法之根本呢？那就是知晓自他无二。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的话，就会在跟随宗派的修持上面落入误区，会认为我要修行，我要变得好，以我这个自我中心为出发点之后，就会对宗派产生偏见，然后进入由宗派所引起的纷争。所以在祈请文当中就说，邪恶宗派善诱骗，遭受到宗派的伤害。这一句的意思是，执着宗派门户之见的人受到法的伤害了。你他当说娘你这边他不记得你中大的吧，中大的祖先我有的电马龙的电马的你他们中大的我有的这一切把这么好过过的咖喱龙的电马的他们这个去的是多少的去的指导解决革命，去的用地解决过的，种解决过的，这个就是这样，种的上面做过的，种为了萝卜的萝卜呢，这个萝卜的这个上面做，这等于去的主人的，他就种啥去的指导的，这个种啥果园，去的上面做就切的了的。我说娘，你姐们他们是种啥的了？这个女娃有的，我爹屋里也上面这里去了，就是我这怎么说？从他们把他们就拉去吧，吃了多多多的，到俺做药铺里，就搞到独家里，上去，第一落子里，恰当人就是，俺做药铺里上去的，然后恰，我搞到独家里，上去这边在西藏里，恰当人，两两家里不要的，当地的去打了就是，这恰当人来了，这两名人也不要的，两名姐妹他们就是都打过我们的仓嘛的。十八层面，二十层面，七面把它讲过了嘞。他们但是把他们的过了嘞。在修行者的群体当中，有些人会去看宗教的过失，在教法门和正法门两者之间，在教法门是需要宗义的，同时也要对各自的差异是要能够分辨的。在进行教法门的修持的时候，是需要对法教进行探讨研究的。在探讨研究的过程当中，由于法教它是好坏两者之间，益处也就是好处是占多数的，它的功德有100的话，难免会有一个过失。而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是要取其功德，然后排除过患。这就好比朋友跟朋友之间相互帮衬，在清理面容的时候就需要仰赖朋友，因为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相互之间是要进行研讨，是需要进行探讨研究的。这个过程就像是去打磨或提炼物品一样，是需要的，是有必要的。但是到了实修阶段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反而是有害的。例如就会有这是真实的这种执着，如护主吉天颂公在正法一义当中所说的，一切教派执取皆自序，当自心僵化之后，就会有偏见，认为我们是好的而他们是不好的，这样的心态会转而演变成贪跟嗔，对于己方是好的是优异的就会产生贪，然后对于对立面就会认为是鄙陋的，
会去驳斥对方，产生嗔心，会因为我执又回到了贪跟嗔的轮回，回到原地，将法视为我，自我中心的我执掺杂着这个我执，这样就对自己的 修行是有害的。因此在修行阶段的时候就不需要分辨，只需要安住于慈无量心、悲无量心等无量心的修持上面。对于执着宗派宗义的人来说，是需要这样的修持的。你他第一把是给吃过去的，就他拿给他，给他说我用买的忙管的着了一点了，叫对面在这里是这么不当着的，那你既然你吃过去的人给的，那都吃不了的，是吧？那个刚洗的鞋的，这里的人，这不是不记得，这不是不就换了嘛？要的，是了是了，把搞了着了你就走的，着了你这个被骗的嘞。没这这有些说什么的都知道，那个都忘了事儿。这里的抓住一个人家，一个人家在这里，这里那个什么他就得了一伤。这里的抓住你们在被压过药的，抓住一些被骗过药的，哎，就到哪个这些样子，他说说用了对吧？寂寞的，让俺们是这里啊，说他也教育的，这边这里那个古装的八牌。这里那个康熙写给我们的，这就他给他主播用的用嘛的，真的说过我们到这里，家里看过药来的，你做了几就给吃过药来的，他妈的，我看不了。加以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十分重要的。往后大家可以深入的去理解这一篇《杜母契救护文》。此祈请文它能够涵盖于所有实修，在这里现在我先以自己所能了解的尽可能的向各位报告，然后下午的时候我们现场有主办人波切也有 Kenbo， 大家应该要去向他们请益，彼此之间相互讨论，彼此之间相互讨论是十分有益的，对待所有善知识的法语都应该要如此，好好的聆听，并且在心里面做思量，反复推敲，并且将自己所理解的记录下来，有疑问的地方就要写下来，去向善知识们请教。这样子反复的在内心进行思考之后，对于所听到、所领受到的法教道理就能够有所决断，所以问答是十分有帮助的。总的来讲，我在这里向各位讲解杜母契救护文，是因为我对杜母有着极大的信心。过去至尊杜母曾经救过我八次，因此我向各位献上白杜母的法相，以及尽可能的去针对我所了解的祈请文去向各位进行报告。但是现在年纪衰老，所以有许多器官都老化，听也不是很清楚，口齿也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在向各位分享的时候就变得有难度。因此希望大家彼此之间可以去问答，这是十分重要的。你看这样两大个他们讲的说说，我们同学接到接通接了刚的里哦，他去他们两把年干的，去碰见这些人，早上就成龙的，他上就成两年到了的，哦，工作状态我怎么样？我有的，我这干的那个叔叔个的里，上就是菜没把菜米也的那里，这个了上龙当了的里，你对着我上就成龙上龙当的，叔叔让的的，我太聪明了，当的那里，有两大个什么，哪个中啊？这个说话到了的里，南京个的里，车没把这条的，看看有嘛的，别的桌子里头了，三把车没接上了这里，车没接上了，如果过要的，这边的这里的，看看说说也特别当地人这样过的，这种嘞的，这个就是马上当然就大概砸了，那个用的老江西的没呢，这个就是马上这上上从车没把接了，那个对的，这里就很有的，有两大个什么，哪个就对中嘛？地上往上落到嘛？这里先过嘛，他们才打过来，是那么的，因为去就对抗了这里，
我就从这家子装到那边研究的，甚至他们现在他去了没把带了，他往那边自己要了的，怕嘛的，先我们了，人家就会要的，先我们了，再不要了，先你要的是弄啥子先来的呢？那就把这家要嘛，先我们他妈的的，那不是大话的啥子？这第一去的时候，他们那些的，去的啥子？对嘛？在交关什么那啥话？第三话的啥嘛？说是这就倒霉啊！第二我见的，那的，又要哪个什么的？中国人的身子大把强着嘞，哦，先过嘛了，他妈难，这第八节了，咱们就能干的赢去了，用这做把他们，也过的，用的这里有的，先我们他妈多少他妈些年纪有的，先你妈都没了的，先出来就过用过的，因为你养大的，俺哪个什么的呢？中国人的身子大把强着嘞，这里，有两大个什么，对。全部남겨줘야되는거같아이들은내고그래야지接着是其真实之天女来救护，这句的意思是，如果此时我们对于所理解的这些道理有疑问、有怀疑心的话，那么首先就需要理解一切法都是平等性的。所谓的平等性是什么意思呢？如同过去向各位说过，一切八万四千法蕴都可以总集在菩提心，而不论任何一个在宗义修道上面的实修者，都是需要仰赖菩提心的修持，而菩提心的立基是在四无量心。所以将专注力侧重在菩提心上面做思量，思考度母与菩提心的道理，透过这样的思考解除内心的疑惑，接着再去以祈请文做祈祷。这样去做的时候，透过无量心升起所看到的是无二的，是没有自他相异的。主要的重点就是要尽可能的去升起此无量心，因为不论任何修持都是需要以四无量心作为基石的，否则的话就会以我执而彼此相异看待，会有二执，我们会在自己跟他人之间去做区分，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掺杂着我执，而这个就是过患。如果自己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功德的话，那么就不需要纠结此句，着重于菩提心和四无量心的修持，这样做的话也是可以的。当我们口诵其真实之天女来救护的时候，应该要这样去意念思考，所有的上福田都是清净不染的，所有世间上的上师善知识们，乃至于已然皈依三宝的任何人都是僧宝，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些友情们，都是我们发起悲心的对境，都是我们的父母。总的来说，福田也就是资粮田可以分为上下两种，下资粮田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友情都是我们升起悲心的对境，而上资粮田等这些祖师大德们都是我们升起信心的对境，这两个都是我们培养福德的对境，没有一个例外，这些上福田都是一样，是平等的，都是清净无染的。而当我们遇到上师善知识们在行佛行事业的时候，不论他们展现了什么样的行仪，都应该要看待为是维持守护并且推广法教的工作，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要智慧或去干涉的。总而言之，清净自心才是我们当务之急，也就是我们最主要应该要关心的事情。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倘若我们能够刹那之间对上福田等圣众升起信心的时候，便能够看待世界上的所有宗教都是良善的，他们都具有功德，而下福田或是下资良田，所有的六道友情都是我们升起悲心的对境，
所有众生都可以总括于这两种资粮田。这样的意念能够升起的时候，自己的感受也会不一样，会有喜悦感。如此一来，便能够真正的达到究竟，也就是从真正意义上做到其真实之天女来救护。从究竟上，自己的心会清净，这就是真实之天女的意思。在这里的真实，它所指的是正确，要能够让心专注于内在，也就是内心的至尊度母，这样子去安住。양다그사무집안사똑사라똑소문드니까이똑바로까라는게샘지샘그런이제리들이지금뭐리이제리들이샘지나는사진이라는샘디샘그런이제싸워나갔다그랬지죽었나갔다그랬던거리내력이내력도나집안하는데라는게샘이내력대하고들사진이런요말이되더라똑바로까봐라는게샘디니엔토음마첩자니가리리에디라그샘은라그첩다미시다미시사지이네오리디사지이네요자디디자서로도오디디독기빠르는무지수말이랑보치엔강관나는야디네랑보치서로도리지털로도요리시샘을가리시샘코라도서리出발내가리지디지도오말이세우당을찾더니세우세우따라내려가세우세우떼에당한테라그내륙뒤똑바로까와서만가리요제양은요제요고래나서래요제요지요말천당과따위그래미디는미디는오따세미디는야바꿔냐돼서답이주룩잠시세우지요래마음고와도와라도샘이차용거리콜디지가샘을지요리콜디지이제샘들이들때가다다다똑바로까와라는샘들이통통급에해서똑바로까와라는샘들이내놓은톱만속에빼야돼숨을요래지 从就近义理上面来看的话，什么是真实之天女呢？它所指的就是下一段偈颂的开头，就是难以证悟己之心。心的本基是如来藏，佛陀所说的众生本为佛的那个心，它原始是清净的，是清澈的，如同虚空一般。所以从另一个譬喻来说，也把它称作为法身，如同虚空一般。而心的本性，就如同辩智龙千霸大师所说的，悟实相乃无上之文法。这里所说的实相就是心的面目。所以当我们证悟了心的实相的时候，佛不在别处。而根据祈请文的内容所说的难以证悟，也就是见不到。为什么见不到呢？这是由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向内观察自己的心，不知道怎么样去内视自心，因此而昏昧，所以向外去寻找佛、佛位、佛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好好思量的。就像巴祖仁波切大圆满的巴祖仁波切曾经说过，就像是我们将大象存放在室内，在家里面，但是我们却在户外寻找大象的足迹。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去探究或观察迷乱的心它所做的任何事情所产生的痕迹，我们只需要去观察自己的心即可，我们只需要以心观照心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所观照的心它是什么样的相状呢？我们既无法承认它的存在，毕竟它的自信就像是虚空一样，没有任何实质，也不像是物体能够放在手中。但相反的，也不能够说它不存在，不然的话，极尽涅槃、宗教正法，还有轮涅，
等这一切都是由心所造的。轮回六道也从心而生，轮涅两者都是从心而来的。由于它是抽象的概念，所以说难以证悟己之心，它是无法被看见的。由于无法见到实相，所以以此来作为譬喻。你哪里说定了那个松巴那一里，这到南王他们就让给现在南王先说他给先你都把他给中的人当不起不定一个先不自由吧，得哈过过来这呢如果先都让先说的呢，这里让个先不内容的改革做的对了，先不看的内容的他那不多了那不多了，我问你们的我问你们的了这里那我就把这钢铁松当不钢铁松当不卡这个桌这个你是哪吒啊这里的当不钢铁松松山用嘛的他把卡的地也是有的这里的这个你是哪吒啊的这都还好说了这些了现在你弄的了你把卡忙了现在了这里现在你应该这里那么多地方卡买了忙管买去这些把这些生死我都用不了的这生死我都用了这些生死我都用了这些是那些的那么多他们也拿出来算通的啥十八十我都用不了的十八十我都用了这十八十我就等于这些十八十我得忙一下了对对要多么差多了对要多么差多了对事儿动手就对了大不他到这儿上完头事儿那么多接到把这手哈哭哭了只要他们这些多么的多么的你妈的我在哪里的人民我的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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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嘛的某个道具这里这里让给他的喇嘛这里到了这把某个也不见了这里喇嘛多把这两方面还回来了这里让给他这个内容让压着了这里等是切有个的切有个这里这个这条没人能看到去瞧了这样上上手不用了这个内容给他的三个动手就得别下了这里各自上不演员别下不下来各自上不演员的看来的演员的都让我说后来的地方演员面的地方这个我动画的动物我杀我的这个地方的他这里他妈大龙的地方养的我说过的那个也送那个家的地方吃破的那个他妈运动的那个他有这个地方什么地方让我的我给干的这里的他我不能给有的你让我现在能养了的他才能去打我就去吃住去拍这种都拍接他了现在让你能看到你差的位那么多这张没个身这个力量这样你下了过来下了就不了我的什么这身体那三比例没打下有哪里我们大家没把这电脑都是哈呼噜。这样的道理就像是《佛子行》当中所说的：“诸所显现为自心，诸显相皆由心所决断，而心性乃是由空所决断。”首先，我们应当要了解。轮回和涅槃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倘若我们去加以观察这个造作者自心，这个心它是如何组成的，它的性质是什么，加以去分析之后，能够看到这一切都是从念头所组成的，以自我这个我的念头所组成。既然这些形成都来自于我，就是自我的概念，那这个自我中心它从何而来，它是怎么样产生的？正如同我们在教研里面会看到的，心的本质
心的本性，它是没有生住灭的状态的。心最初它是没有可生之处的，没有一个地方或没有一个状况或物质能够产生心。那么在中间它如何安住，安住于何处，这个安住之处也是没有的，所以住也不存在。由此我们便可发现它是离于生住灭的。如此的加以分析之后，我们便能够知道原来心它是这样子的。接着再去观察过去的念头已消弭，未来念头还未升起，在这两者之间的间隔当中，会有一个心极为透彻清澈的状态。在这样明朗状态没有任何念头的当中，会有一个清楚清明的觉知，而彼时的这个觉知也是空性的，它是没有一个存在性可以拿出来被指认的，所以它是远离了常边的，因为它有一个明朗的觉知，它是明分，同时它也是离于一切生处的。由于远离了一切实质性，所以它是空性的，是空分。这样子的状态就像是太阳与光芒，或者说是烛灯的光芒。只要我们去观察心，便能够了解。除此以外，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根本上师有强烈的恭敬心，有强烈的信心的话，便能够借由上师正悟的功德，能够使我们容易了解。而当我们安住于这样的本性之中，那么内心的所有念头都将止息，原本念头一个接续着一个的这种流，如同水流一般的，就会被切断。而在这些念头都被切断，不再延续的时候，心就会没有任何念头，此时的心就像是虚空一样，是清澈的。这种状态称为圣观。心的本性被以明空双运命名，举例来讲，就像是普贤王如来佛父母，会以普贤王如来佛父母作为譬喻。以佛父母作为譬喻的原因是，许多乐我们仰赖于世间的理解升华之后，再去深入的了解。而世间乐被普遍的认为是男女之乐，而在教法的角度来说的话，乐的体性是空，而空的体性是明。而这个道理也可以透过另外一种方式 来加深自己的理解，而那个方法就是气脉明点的修持。这样的感受会在三个时刻时机升起。首先第一个是临终之时，第二个是沉睡，第三个状态是等至。而第三种状态也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交合。这些时机在灌顶的时候都有介绍。那么当我们在观察自心的时候，安立于大手印的见地，并且以大圆满的立断行之，接着再以佩的一声将这一切都斩断，此时心的本性实相就犹如虚空一样，无有念头的心，在这其中任何皆能够显现，而所显现的一切都是心的自光。如此一般的心是无法安立名称的，所以在当我们解释的时候都说离于言权，藉由这些状态是能够使我们领会的。你最起码在他的身上都一米一系拉松，一米一系，一米的一系的，你有那他那不系，那不系一系一系把的烧我哈过来，一米呢，得他接到过去，刮个哈过头过来，身那么大个卡松啊，那么大个卡松，那么大个那么大个你有能力，那么大个谁造成没有的，你有个个你的他。不满意就不满意，他们能讲话的。我说，如果手机他们能
生出来的，打没办法打这种，生多嘛熬，想把这个做下来，给这个多多强我的，熬想把麻醉的，一批路到十八七米这个高头，给你称，是的，我腰呢，给称哪怕到了差地方，感觉，虽然你的话，这个什么，大家都嘛，难看了你有老了的，称破烂了你们都。马上吃不进个吃不当，哪个吃不到的呢？你我说的，大姐姐六百年的，是五百年的吧都，吃不上你们都是瓜下的，这瓜跌到来了嘞，下了哦，吃不上了你们都是，变成卡巴家了，卡巴家的，卡巴家的，阿个人告诉说起了，落的就把走不走。咱们这个落地就把他们刮起来，什么上天了，刮起来让刮下要的，这里这个多起来，木的起来用过的，这里木的起来那个踏出去，木的起来出插出过来，就刮起来刮下的，用过的，用完木的用过的，这里这做了用的也是起来，多了，谁了你们都是刮下下过来，大下过出来，哦，谁了你们都是，啥地方去你们都是下过出来。这个好像查了我的也是高中啊。你是没人一些就你用的那些的那些一些结拜那些的一些结拜。在这里的一个要点就是如齐景文第五页开头所说的心自生无二本质中了悟无有二的就是本质，而人有自他二者的是意识。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两者，并且能够有能力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只要仔细的去鉴别为何说是无二，就能够自己产生理解。如果能够让心变得像虚空一样的话，在虚空中，你我都晓得虚空是无二的，没有办法去区分自他或彼此。证悟自心本性或实相的人来说，是能够完全领悟虚空中无二的道理。就好比我们在虚空中将手圈起来，画成两个圆圈，或者像是手中拿着两个宝瓶，宝瓶当中的空气是完全一样的，一切六道有情的内心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在本心是空性的基础之下，产生了我执，生出了自我的概念，所以本来空性的心被我的这个概念改造成了固态化的，就变成是有一个实体。若不受我的这个概念的支配，或者是说连我的概念都还未升起之前，就先产生利他心，升起慈无量心，并且安住于极止的状态之下，那么心就会变得像虚空一样。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去观察心是一还是异，相异的异，加以去分析简便的话，那么就能够看到在虚空当中是不可能有二的，故而心也是不可能有二的，六道有情的心和自己的心都是一如的。那么现在之所以会有六道有情跟自己的分别，乃是因为我执所造成的，所以看待自他相异乃是基于外在色身来区分的，其内在的心并没有两种的差别。这样去理解的话会比较容易一些，如果知道的话就能够理解，哦，原来心的状态是这样的。这就好比在我们面前有100台手机，它都可以各自做着不同的事情，但是驱动手机的电力是只有一个的。在这个世界中，驱使机器的电力只有一种，只要我们这样子去动脑筋去思考，就能够从理解的层面
稍微有一些领悟，而上述所说的这些理解也需要借由前进心来令其升起，利用前进心能够在这个道理上面有所决断，自己能够判断并且确定就是这个，透过分析检责让自己产生理解，然后再利用前进心在体验的上面达到确定。在此之前要反复的去研讨，彼此之间充分的讨论。总而言之，只要我们能够从理解的层面去了知心本无二，了知这个道理也就知道实相了。了解了心本无二，佛陀的心、诸佛的心和众生的心是不二的，将我们自己自我禁锢的是我的这个概念，它就是罪魁祸首，是它将我们变成冰块的。如果直接了断的去区分本质和神识或意识的话，直接来讲，无二，领悟无二的就是本质，人有二者的就是意识。观觉杂损将之定多吉你多定本真本你满足巴德来买去接生给也下别定见真真解决解。Through the power and truth of the oceans of the three roots and three jewels, you are the Supreme Sun maintaining the teachings of the definitive meaning. May you, the glorious Guru, Lion of Dharma, live long, and may your enlightened deeds and activities continue to flourish. And then what she says, reset. 27 in English. In English?Your thousand arms are the thousand wheel-turning kings. Your thousand eyes are the thousand Buddhas of this fortunate eon. Your love is boundless like space. I supplicate the Bodhisattva Chenra Zig.谢谢各位僧伽，祝各位长寿，祝福各位线上的法友吉祥如意。
下午安排了问答时间，让各位去向善知识们请益。现场有主辩天部和各位喇嘛。Announcements.